根据云海市的地图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这附近我们几乎都搜过了，有河的地方没水车，有水车的地方没木屋，是不是木星泉搞错了呀？不可能，肯定就在这附近呢。我们得赶紧找找，别让他们给跑了。表哥，你看前面又有个木屋。水车，停车。应该就是这里，我们悄悄绕过去，抓他个措手不及。好，下车。白山君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大山君，不好了，乔振天他们来了。什么？这边也没有。宋子清，达山纯月在哪？宋子清，行，带走，走走。达山纯月在哪？被你们控制的都有哪些人？还有复灵草毒到底要怎么解？说不说？你过来我就告诉你。我过来干嘛？你直接在那说不就行了？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你少给我来这套。你不想知道，就算了。你把楚天耀给我交了，我有事跟他谈。
活着，不过感觉像是中了毒，先抬回医馆吧，解了毒之后再审。好。小心啊。他吃了解药，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。阿瑶，你怎么知道他中了什么毒啊？这么快就配好了解药？哦，我之前在医书上看到过中这种毒的症状，所以就研制出了解药。说也奇怪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下的毒。达山传月中毒后，逼我给他做过解药。我看宋子清的状况跟他差不多，我猜应该是宋子清给他吸过毒，所以才中的毒吧。到底是谁制的这个毒啊？小姐，老爷说有急事儿，让你赶紧去商会一趟。我走了星辰这边怎么办啊？云长，你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那就拜托你了，记得一定要从宋子清嘴里问出办法来。好。快去吧。看来星辰为了维护我，并没有告诉他制毒的人就是我。你醒了，宋子清。只要你答应救达山君，我自然会为木星辰解毒，否则他就死定了。你到现在了还在跟我谈条件。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可以让你生不如死。疼吧？难受吧？我和达山君曾经约定过，只要听到笛声就表示安全，他很快就会现身的。是你，宋子清呢？这是宋子清用命换来的解药，赶紧服下吧。宋子清人呢？要去救他。赶紧把解药服下吧。
我要用银针控制你的经络，阻止毒素入侵你的心脏。你知道想害我会是什么后果啊？3天之内禁止运用内功，否则立刻毒发身亡。把你身上的一件物品给我，我回去当作信物。达山君的御手，我已经按照约定给达山传月解了毒，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去除毒气的办法了？我没有亲眼看到达山君，我怎么知道你是救了他还是杀了他呢？你想出尔反尔，你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哼，你想和你的达山君团圆啊？我很乐意成全你们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早就料到你会反悔，提前就给达山传月下了一阵，让解药无法完全解毒。只要你不听话，他就会因为没有拿到后续的解药毒发而死。你这个毒妇，我要杀了你。我告诉你，宋子清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还不珍惜，达山传月毒发时，会比你现在痛苦10000倍。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达山君。知道怎么做了？好，我先。现在我已经把解毒的方法都告诉你了，你可以给我解药救达山君了吧？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救你的达山君啊？唉，这是你的解药，喝下去吧。Oh!
他怎么死了呢？可能是他体内的毒发作了吧。抬回警察局停尸房。是是，快。爹，嗯，市政厅这边的文件都已经办好了。哦，他们答应我们了，以后的审批跟税收都会特批特办，以便我们商户们能够正常营业。哎，那就好了，钱庄那边的资金也已经到位，总算雨过天晴了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医馆了啊。阿瑶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回去帮帮他。哎，你是想着你的木星辰吧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老爷？小姐，不好了，宋子清死了！啊？什么？听说是被毒死的。宋子清是唯一能解茯苓草毒的人，他死了，木星辰怎么办啊？回魂香。阿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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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阿瑶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把我体内的茯苓草吞进到自己体内去了。趁回魂香还没烧完，我再渡你回来。呀，小心！阿瑶，阿瑶，住手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把茯苓草吞进到自己身上去了。你们听过一草三生吗？那茯苓草一旦经过三个人的身体，将会很难渡饮，而且会加快宿主的死亡。你的意思是？没得救了。天瑶体内的茯苓草已经复活，变得非常厉害。宋子清又死了，已经没人能救得了他了。好好陪陪他吧。
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。我能不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？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没事了，星辰。只要你没事，我就没事。你真傻，干嘛用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？天瑶，你是怎么知道毒饮茯苓草的方法？宋子清临死前良心发现，告诉我这个办法。我只不过是试一试，没想到竟然成功了。星辰，你不用这样，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。云长，那些中了毒的商人家属们来医馆求我，让我帮他们解毒。刚好天瑶也醒了，就来问问有没有办法能够救他们。宋子清说用丹砂、蝎毒、蟾酥还有下毒人的头发熬之后涂抹手心、脚心、咽喉和心口，就能解除茯苓草毒。
再这样，身体会受不了的，伤都还没好呢。天瑶是为了我才这样的，不能坐视不理。但是你这样做只能维持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治。这样没用，他体内的毒已经变得和最初不一样了。那可怎么办啊？这样下去，天瑶他就……阿瑶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我。也许是我可以帮他，看来得回神魔族一趟。先别问这些了，在这儿说不方便，去屋子里说。啊，走。星辰，星。奇怪，他去哪儿了？星辰，族长已经把你和月影的婚事都安排好了，就等你回来跟月影成亲了。恐怕现在不行了。楚天瑶为了救我，帮我渡引了茯苓草，现在只有圣果才能救他一命。在这种关键时刻，我不能对他置之不理。这次我实在是没有选择了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拿到圣果。什么？偷圣果啊？星辰，偷圣果可是重罪，你要为了一个外界女子把我们俩牵扯进去吗？我们神木族人有恩必报，这颗圣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到。